连日以来，泰国曼谷的反政府示威集会愈演愈烈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每晚走上街头，竖起三根手指，表达着他们的三个政治诉求：巴育下台、修改宪法、改革王室。示威者头戴各式安全帽、眼罩和防毒面具，手持雨伞阻挡泰国警方的水炮驱赶。示威游行队伍中出现外国国旗，使用统一示威手势，对着警察表演下跪。有人戏称，就差自制燃烧瓶和大弹弓了。10月15日，在泰国总理巴育宣布泰国进入非常紧急状态几个小时之后，已经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解散的新兴政党未来前进党发表声明，对此进行谴责。代表未来前进党发生的是其党魁塔纳通·宗隆伦吉。与此同时，一张塔纳通与黄之锋肩并肩、喜笑颜开的合影再度在网络上传播。据了解，出生于1978年的塔纳通，在步入政坛之前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加官二代。身为泰国华裔的塔纳通，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庄海文。但是，这位潮州后裔却在2019年3月的泰国大选期间打出反华牌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张，莫过于和港独分子黄之锋的会面。2019年10月5日，他在香港参加活动，第二天，一张他和黄之锋的合影被黄之锋发在了社交媒体上。塔纳通对此发表声明澄清，称当晚活动结束后，他本人与黄之锋只匆匆见面交谈了5分钟，合影留念后便分道扬镳。塔纳通也在声明中说，自己确实与黄之锋谈到了关于中国香港事宜，但他本人是支持香港基本法、支持一国两制的，同时也支持公民表达想法的自由权利。然而，塔纳通的切割并没有降低港独分子对泰国的兴趣。10月19日，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、民协副主席何启明、前香港中执秘书长黄之锋、社民联岑子杰等人到泰国驻香港领事馆声援，促请泰国政府正式诉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士，解决政治改革问题。另外，由港独、台独牵头的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奶茶联盟，除了泰国还故意附带印度，蹭印中关系的热度已不得关注，获得印度的跟随者。专家认为，不干涉泰国内政是中国的原则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对一些有可能破坏中泰关系稳定、借助泰国局势企图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举动，我们也有必要去关注，紧盯局势。